的，这是一条红色的手帕，你拿着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自己拿一条红色的手帕，干嘛？要做什么呢？很简单，第一步，拿着。好，我先跟你讲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。我们要一起变魔术给大家看，同时变一个魔术给大家看，然后同时教大家变这个魔术。可以啊。好了吧？嗯。有没有开始很兴奋？干嘛？好，直接来了哈！一条红色的手帕，跟我一起做哈，甩一甩，甩一甩，甩一甩。塞到手里面去，非常好，不用塞那么多。好，再塞一点，再塞一点，然后摇一摇。好，然后接着呢，它目前为止的动作都很正确。好，再塞一点进去，然后呢，从下面把它拉出来，你会发现颜色变得不太一样。好，然后塞进去呢，拉出来，塞进去呢，拉出来，塞进去呢，拉出来，一点点塞，一点点拉，一点点塞，一点点拉，然后最后呢。给大家看，手是空的，然后呢，再从上面呢开始把黄色手帕塞进去，从下面再把红色手帕拉出来，一点点塞，一点拉，一点点塞，一点。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你拉太快了，你都全部变红了。等我一下，好，一点点塞，一点拉，一点点塞，一点拉，一点点塞，一点拉。好，然后呢，全部变成红手手帕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给大家看，左手是空的，谢谢大家，掌声鼓励一下，相当的有天分，我没有看错人，完全正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教大家这个魔术怎么变了。